核心武器战队的黄潇，请看 VCR。 今天过来看大家排练，10周年，因为这次回来嘛，正好有空就可以看一下大家现在排练的一个进度是什么样子的。我还第一次看，来佛一下音乐。啊，他没有合音乐了。他拍一下。哦。在比赛的这么几个月，其实给到他们的联系和关心是很少的。 但是他们依然像一股绳一样，拽得很紧，我觉得很感动。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回家好好。啊！欢迎你们！哎，给肖哥加油！要肖哥加油！ 我们其实以前排这些舞蹈都是不是在教室里面排出来的，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排出来的。就是这个地方承载了很多汗水，然后很多梦想。WOD 世界街舞大赛的中国区冠军，虽然他们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正因为有这些过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和信心继续向前走。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下来，我感觉。 挺不容易的，可能有时候他有一些事情不愿意和我讲，是觉得不想打扰到我。哦，啊，没事吧？咋了呀？这次情况，我觉得很严重，是在于如果他继续再去用他的肩膀，那很有可能会让他以后肩膀出现一个难以逆转的一个问题，就是影响他以后的跳舞的这个路。你和他待在一起，就是一般他都会把他很正面的、很活泼的一面，然后展现给我们，就很少看到他有很阴郁的一面。 就是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东西，正面的东西。我不想给身边的任何人带来压力和我内心敏感感受到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的东西，我尽可能的把它藏起来。我最喜欢就是一个人开着车，然后在这个二环的高架上一直这么开着。我总觉得这有一种前进感，就是你看到身边的所有的建筑、所有的灯。 都从你的眼前划过，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吧，向前看。我觉得所有的经历，不管坏的好的，都可以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支撑着你以后的选择，支撑着你自己之后的路怎么样走，用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它。这就是街舞总决赛。 接下来有请张艺兴队长一句话推荐作品，纯爵士的舞蹈作品，萧回归初心，带给大家他一生的所爱，请欣赏。有请核心武器战队黄潇带来总决赛作品《一生所爱》。
谢谢黄潇。接下来有请现场投票权的164位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请将您手中的红色毛巾，请确认是红色毛巾扔向舞台；不喜欢则不投票。在本轮投出毛巾的评审，在下一轮仍然拥有投票权。三、二、一，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同时我们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接受采访，有请。欢迎黄潇，欢迎我们的朱条嘉宾来到采访区。同样，我们请各位舞者稍稍的休息一下，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核心武器的队长张艺兴队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尝试跟挑战，然后包括在潇在一帮大长腿女生的中间。然后在跳这样的一个动作质感的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编排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动作的质感一直在那儿的，特别是刚开始的那一块，哇，太美了，画面太美了。然后我一会儿可以让黄潇说一下这个他的这个编排的理念啊，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舞台让我非常开心的是，《一生所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在彩排的过程中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说哦，这是谁的歌，这是谁跳这首歌，没想到是我的潇啊，非常开心。对，谢谢艺兴队长。博哥对于刚刚看到的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对，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对，作品它就是个作品啊，让你想看，你想看后面，于是呢，然后呢啊，一幅幅这个美丽的画面，加上舞蹈，加上这个创作者以及编排者的构思，其实他在脑子里边是有一个世界的，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谢谢。谢谢博哥，大家现在应该都特别想知道黄潇对于这个作品构思的这个过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我首先呢，这首歌曲是我喜欢了好多年。然后这一次呢，我就叫了我们 Hello Dance Family 的20个很漂亮的姑娘，然后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想要表达就是，我们可能这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生所爱。可能在某一些种种的原因，最后也许不能在一起，但是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却始终有这个人的背影。就像我在舞蹈中间段落的时候，盖盖就饰演的是这个背影，我就饰演的是这个深爱这个背影的这个人。对，这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男生的一生所爱。但对于我呢，我舞蹈里面的一生所爱呢，我觉得是爵士。我觉得我在这个街舞的舞台上用了很多种方式和元素去扩展这个爵士的样子，但是回归到本身的爵士来说，
它还是我的初心。对，所以我希望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能够把我最初的认识街舞的时候的那个舞种带到这个舞台上。对，很多街舞迷会觉得黄霄是这就是街舞第三季最大的意难平，这一季终于带着自己最想让大家看到的作品来到这街四的总决赛，是不是也算是弥补了遗憾？哦，对，就是确实是弥补了我之前的遗憾。我还记得去年在半决赛结束了之后，我就去街上逛街，然后去商场里面，然后有个服务员告诉我，他说哎，你是来准备总决赛的服装的吗？哇，然后因为当时我不能剧透，然后当时我就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嗯了一下，就是心里面就会有那种过不去的感觉，会很扎心。但是今年呢，就是我很开心的是能够带着我的 Hello Dance Family 所有人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实现了一个点，就是终于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有一个时刻，全场的灯光都是为 Hello Dance Family 而亮的。我觉得我就够了。对，谢谢黄霄，也谢谢盖盖，谢谢 Hello Dance 的每一位舞者，谢谢。我们请两位帮跳的嘉宾先稍作休息，黄霄请留在舞台。